海外居住、工作或就读的香港英国属土公民，如果想在97年之后继续使用英国护照作为旅行证件，就必须申请 BNO 护照。外地及本港的截止申请日期是一样的，海外申请人无需专程返港，他们应向就近的英国护照办事处递交申请，申请表格可向该等办事处或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索取。如果你有亲友在外地，请通知他们有关的安排。